家都是这个吃好喝好，喝好吃好啊。哎呀，我这从五点到起来开始忙活，一直忙活到现在，可把我累坏了。我跟你说，要提起我来呀，没有不知道的。哎，我们这片南北二屯子，一提起我孙大之兵，那是赫赫有名。哎，你说什么那个婚丧嫁娶呀，娶妻生子啊，那个是黑白两世啥的呀，哎，都少不了我孙大之兵。我跟你说啊，我的啥态度呢？就啥呢？让顾客满意啊，就是四个字儿，满意啊。哎呀，可好厉害！我吃好喝好，哎，我不满意。就是不满意，看见没？刚才我听的都要散起了，怎么我要四瓶没上来呢？这喝啊喝，今儿高兴哈！啊，兄弟啊，大兄弟来，你坐会儿，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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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坐。我跟你说，再来四瓶，正好。坐会儿，今儿一看高兴，没少喝上。我一猜我都知道啊，你呀肯定是娘家头的哈。不是，南方姐。不是。南方的同事，不是南方的同学，我是北方人，你老整南方干什么玩意儿？这说的没边儿啊！我知道了，混吃混喝是不是啊？啊！我跟你说，像你这样人我见多去了，知道不的？没啥事儿，哎，蹭饭去。对，你说谁混吃混喝？你混吃混喝，你说谁混吃混喝？你不混吃混喝，这样在场的亲朋好友，你认识谁？这些我都认识，这不都人吗？赶紧走啊！你就是混吃混喝了，赶紧走！别扯没用的，我愿意来啊，因为我在大街上逛街呢，啪啪这走着呢。来一个女的，奇丑无比的女的，哎呀妈，跨我胳膊就给我整屋去了。走，上屋喝去，十个人一桌，别搁这待着，就给我整屋去了。那女的就你，就你，兄弟，你好好看看啊，你喝多了啊？你看是我吗？肯定是你。你怎么能说是我呢？就像你这种奇丑无比的人，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。赶紧让他走，让东岳知道了，我这金牌的大知名就砸了。那个兄弟，你真的啊，这兄弟，来，那个你真的回家吧，赶紧回家吧啊！你商量我跟你说，你回去，哎兄弟啊，你回去吧啊，赶紧回，我不想看。哎呀，等我，这整错了。等会儿，你回。不是你回来干啥呀？我不能走。你咋不能走呢？我不认路。啊，那个啊，那你这样，你这样，你告诉我，你家住哪儿？完我告诉你咋走。我家住古城的。啊，古城的我知道啊。那个你从那个新民坐车。这车哪呀？古城应该买辽阳票，在灯塔下到崇二府，这到古城的。你整个新民干什么？那个，你喝几瓶给你喝这样？那个兄弟，那个你还有点清醒。你找着家了的话，那你就赶紧回家吧啊，去回去吧。谁呀玩意儿？你赶紧回去，赶紧回去吧，快回去吧，快去。这我不能走。不是你咋还？我这不能走。你咋不能走呢？怎的了？没钱，没有钱，我这大兄弟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没钱的话，那我一点招都没有了。你没招，我找新娘要去，她结完婚，她不给管别人了。哎，我找她。兄弟，哎，别，别找新娘，别，你别找新娘子啊，你真的，我呀，给你拿50块钱啊，买张车票回家啊，费费有余啊。你赶紧走，我求你，快走吧！快走，快走！我再也不想看你，快走！哎，我不能走！你咋又回来了你呀？哎呀，这是假的，假的！那个是真的，那个是真的。
我跟你说大兄弟，我这一天呢干的活才40块钱，你不能让我赔上啊啊！你赔赔我，完我得回家吧，我上新娘要。我跟你说，你别吵，你这样好了，好，送我倒霉运啊！好，你这边干好，这个拿走啊，去，赶紧回家，快点，你赶紧走，快点。不然了，哎、你这咋又回来了你呀？不然了嘛，不是那，这不够，100块钱还不够吗？不够，你想坐飞机呀你呀？啊，不是，跟我一起来还有7个人在屋里呢。